先确定我们的逃生门，来，大家前方的方向可以，那个我们这个教文的群贤楼应该都是非常的容易的啊、哦。但是因为等一下，我刚刚看的新闻好像还会有一些余震的发生。如果是余震的话，大家请安心，先看看你旁边的人，这是跟你生死与共的每一个人哈、哦，那是种缘分哈、哦。来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首先进行报告事项，请医生人员宣读上一次的会议记录。他20岁开始打国家队。对，余震又来了。时间暂停，好不好？我们留委员的时间暂停。还是一句话，各位，看清楚你前面左右的人，好不好？门门打开了，好，我们先等一下，暂停一下。还有吗？还是我头在摇？还在摇。又来一大天哪，简直。好，我们委员 OK， 我们署长你 OK 哈 ？OK， 好的，我们时间继续。